大家晚安，带你们来看夜景，看今天的月亮很漂亮吧？带你们去看今天的那个水啊，涨潮涨得非常的严重，对，水面非常的大。哎，欢迎秋山，哎，秋山，带你来看一下今天的那个河岸啊，超漂亮的。等一下，我把镜头转过去一下，你们不要害怕。等一下，你看，今天的水位超高哦，已经都快粘在那个墙壁上。对，现在大稻埕非常的美，它的水位很满很满，而且还一直在涨的。哎，欢迎欢迎大家，今天的月亮很美。对 ，Good day， 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哎，大家晚安，来看一下今天的那个水位啊，非常的高，而且高到啊，你看哦，已经到临界点了。你看今天的水位很高，这本来是一个桥露在外面的，今天的水位全满，带你们去做 party。对，看一下。快出海不到几个小时。对啊，应该五个小时吧。美景来了哦，你看。快艇在上面跑，专门就是跑。他说基隆河啊。你看水非常的满。看一下水位有多满。之前你记不记得这边呢、啊？我们还可以，还有步道可以走下去，有没有？这边还有步道，现在全部都被水淹满了，水就在我的脚下，你看，是满的，水是满的，游了游了游了。整个水面你看，水面满的，可是这边的风景就很漂亮哦，看一下这边的风景，你看有没有仿佛在国外。哦，水水水，今天哎有鱼飞上来耶，看到一条鱼飞上来，水面我觉得水太多了，好可怕、啊！涨潮涨到已经都，对，整个涨到很可怕。其实我不太敢站在这里，因为一直晃。我要去岸上了，好可怕！因为整个水啊，你看很涨，但是风景很美。好，拜拜。